瞧干嘛？洗澡啊？你不是让我去洗澡吗？你要是不愿意去洗澡，我就去把热水器关了，这样还省电。错了，错了，我以后，大言不惭想让过，我错了，我上厕所。哪儿错了？说清楚。不乱开你玩笑了。还有呢？不加陆贞微信。保持一个科学的距离，好吗？如果再有下次，你还想有下次？你简直不是人！好吃吗？那我也想吃。也想吃。这样，是不是比强吻的感觉更好一点？我那是……这一切多亏季总找到那位背书专家。需要修补的构件，注意在修补时不要野蛮操作。时间差不多了，今天到这儿，你先回去吧。啊！过分！还有更过分的，想知道吗？知道平时梦游，我是怎么处理的吗？是这样，我是不是又梦游了？刚才很危险，你差点跳楼，我还是在你身边守着你吧。